Fried chicken. Chicken fried steak. Kind of deep fried snack. Deep fried chicken. Steak, deep fried chicken steak. Deep fried. Take a fry. I want the butcher to cut it. Slice SLIC or steak. Cut the veal into xiao yang zhou. Cut the veal, xiao yang zhou.
grill the lamb chops. Lamb chop. That tastes delicious. Inutum. Chotobek. Mutton chops. Inutong Chotobek. Inutong. Illuton, Illuton, Chocobec. Rack French. The Luton short top bag, roasted mutton chop, lamb chop. Mutton chop, lamb chop, the prime rib. French grilled lamb. Regular French.
执行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4号表示，
欧盟已经暂停了与中方敲定中欧协议的努力。一向亲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天又表示，中欧协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欧盟执委会五号提出新的法规，阻止获得政府补贴的外国企业在欧盟并购或进行不公平竞争。外界认为这个举措是有意在防堵中共。德国时装雨果波斯和其他国际品牌因为反对新疆的强迫劳动遭到中共的抵制。然而路透社五号报道，雨果波斯的代理首席执行官伊夫穆勒说，公司第一季度在大陆的销售额几乎是翻了一番。根据日本 NHK 五号报道，最新的测试结果显示，日本东京超过50%的确诊病患是感染了突变病毒株。在对521人的检测当中，发现有324人带有突变病毒，占比是62%。非洲国家马里卫生部五号表示，25岁的妇女西斯产下9胞胎，5名女婴4名男婴，比预定生下的7胎还多出了2胎。妇女成功产下9胞胎极其罕见。截止到美东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79万1903人，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554,1473人，死亡总数是324,8553人。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在美中关系持续紧绷之下，中共提前为战争布局了，将要恢复一个太平洋岛国二战时期的简易机场，距离美国关岛海军基地仅有3000公里，相当于是在美国的军事基地旁边安置了一枚核弹。这个举措势必会导致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而澳洲前国防官员早就指出，中共咄咄逼人，正在灰色地带与澳大利亚进行竞争，但是澳洲不吃这一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不吃这一套的还有川普，左媒和大科技公司对他的封杀现在已经破功了。路透社在今天爆出了一份独家消息，中共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升级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偏远岛屿上一个简易机场和桥梁，以恢复二战期间曾驻扎军用飞机的。
Erstin, Erstling，我记得是这个字吧？G，应该是 Sting。Stream on the G stream. On the stream. 记得是朝天一机场。啊，对，air strip。Airstrip。air strip。Airstrip 对吧 ？Airstrip，Airstrip。的一个基地，这个机场距离美国夏威夷仅有大约3000公里。基里巴斯反对党议员特西·兰伯恩向路透社表示，基里巴斯当局还没有完全公开中共的这个计划。仅仅是透露了一些跑道和桥地带与万一不吃这一套的还有川普，左媒和大科技公司对他的封杀现在已经破功了。路透社在今天爆出了一份独家消息，中共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升级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偏远岛屿上一个简易机场和桥梁，以恢复二战期间曾驻扎军用飞机的一个基地。这个机场距离美国夏威夷仅有大约3000公里。基里巴斯反对党议员特西·兰伯恩向路透社表示，基里巴斯当局还没有完全公开中共的这个计划，仅仅是透露了一些跑。Airstrip 跑道和桥梁修复的可行性研究。兰伯恩对这个项目呢是很关切，他想知道这是不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他说，反对党将在适当的时候从政府寻求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这个惊爆的消息，基里巴斯总统马茂的办公室没有回复路透社的问题。中共外交部也没有立即回复提问。根据公开的资料，基里巴斯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只有12万人口。早前呢，这个小国一直都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但是在2019年，中共挖角台湾，用钱买通了基里巴斯马茂当局，使这个小国开始转向了中共，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共准备恢复启用二战时期的简易机场，它究竟要干什么呢？这个我们就得先说说坎顿岛的重要性。基里巴斯是一个太平洋小国，位于太平洋中部地区，总的陆地面积呢，它的国土面积是
811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小国，它却控制着全球最大的专属经济海域之一，覆盖面积超过350万平方公里，覆盖着这么大面积的太平洋，从东到西，基里巴斯横跨了三个时区。坎顿岛是坐落在基里巴斯中部的凤凰群岛，是一个珊瑚环礁岛，面积只有900公顷，也就是9平方公里。在岛上呢，居住着20-30号人。不过坎顿岛的面积虽然不大，可是它的这个位置却是非常的重要。坎顿岛是处在亚洲和美洲之间，就像一个蝎子一样，定在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澳洲的中间。它是来往美洲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枢纽。上个世纪30年代啊，坎顿岛呢是飞机横跨太平洋的中途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这儿成了战略空军基地。美军在当时就在这个坎顿岛上兴建了一条1899米的跑道，作为往来夏威夷和澳洲、新西兰军机的中转站。当时呢，坎顿岛还曾遭到了日军的轰炸。二战以后，坎顿岛变成了飞机紧急着陆点，还有民航飞机的一个中继站，一直都是美英两国的共管领土。嗨，大家好，我是卖给长安全的交投主管黄真仔。那我们用全的交易资讯，找出本周可以留意的标的。累计过去五个交易日，全的。到了1968年，这个中继站呢就关闭了，随后这个岛、这个机场就逐渐的废弃了。直到1979年，根据塔拉瓦条约，美英两国呢把这个控制权又移交给了基里巴斯。那么中共现在要恢复坎顿岛已经废弃多年的这个简易机场，它的用意在哪儿呢？从基里巴斯和坎顿岛所处的位置来看，它的战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哪个国家，如果在坎顿岛设立一个机场，都具有足够的战略意义。而中共要启用这个废弃的机场，等于是在亚美澳中间歇下了一个蝎子，周边区域的那些国家都受到威胁，特别是坎顿岛与美国的夏威夷是非常近，彼此之间只有3000公里左右的距离，几乎就是比邻而居。这对美军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无异于是在美军的基地旁边安放了一枚核弹。大家知道，
about being able to adapt.算了。